这个在目前来看哦，这个高雄烟多惨哦，这是三民区，我刚刚特别提到的民族巷烟成这个样子，哎，烟到有些人半身车子快灭顶，深度150公分，至少六车遭殃。好，那么另外豪宅区是在高雄美术馆前的，这也是汪洋一片哦，一片黄河哎。好，消防鸣笛声在大雨中狂传，旗山美浓也是烟，居民惊，像极了15年前的梦魇。还有高雄美浓淹到了，刚刚好立刚哥有给大家看，分不清道路啊，路边栏杆差一点灭顶哦，这个非常的严重的状况。那在这边我先请教亮哥，因为刚好我看到。这个是民进党的桃园市议员黄琼慧啊，他发脸书直接点名亮哥，他说郭正亮说放2天台风假400亿蒸发，全世界没人这样搞。那黄琼慧说要不要听看看自己在讲什么？中南部的灾情不严重吗？真的只出一张嘴说风凉话。他认为桃园该放吗？他不用讲高雄嘛，高雄本来就该放啊。刚刚立刚已经讲了，高雄是那个昨天开始严重。不，你去看那个雨量啊，这个图啊，慢慢我们拍一下，这个就是雨量图。通通通。不，最严重就是紫色的部分，紫色，对，就是高雄嘛，高雄、屏东。我们只是在讲，你要根据实际的状况，那不要由县市长决定嘛，要由基层的单位或气象单位决定啊，因为这个骗不了人的啦。嗯，那你去看那个北部，而且各地的风雨状况真的不一样，而且差很大。是啊，你去看上面的北部的蓝色，对啊，蓝色就是很低嘛，都是蓝，所以台北市坦白讲放2天真的是有点过了。而且你要知道，我们台湾是90%出口，就是 GDP 的比重有90%是在出口，靠出口。那你贸易公司关了，那外面的订单呢？那有的人要结汇呢？你外国的钱怎么付？银行都没开耶，对不对？那所以我说，全世界没有人这样在定台风假的，是这个意思啊。不然你去问各国嘛，你去问各国是不是这样定台风假嘛？而且亮哥，你有没有觉得台风假现在在台湾呢，就是已经变成一个连锁反应了？几个县市开始宣布之后，那其他县市好像也不跟不行。我跟你讲啊，那个第一天。高雄根本不严重，高雄自己就先放假了啦，高雄是第二天开始严重，那不应该说第一天的晚上开始严重了，第一天的晚上，那确实非常严重，因为这个上面那个累积雨量超过400毫米，惊人，那非常惊人啊，那这里面就都是集中在高雄啦，然后屏东啦、嘉义啦，就这几个地方嘛。那确实灾情就是非常严重啊，那当然因为我是高雄人啊，所以我知道高雄人就有一些讨论啊，就是坦白讲那个排水工程啊，那个都是几十年累积下来的啊，那整个北台湾大概花了几兆的钱在做这个，所以这个你也不能够说是归功于哪个市长，就常年北台湾预算多嘛，尤其是台北市了，确实比较完善，首都嘛，对，比较完善，在排水系统就排水会比较快嘛，那高雄你也知道，它跟高雄县连在一起，高雄市可能好一点，可是你跟其他地方连接啊，那个水会灌进来啊，所以我朋友寄给我一大堆高雄水灾的照片啊。真的非常严重啊！而且几年前我2018吧，我就去了高雄采访了好几个滞洪池，其实没有用啊，就像汉廷讲了，那个没有用，没有用哎，那真的淹起来冲刺，真的是排水哦，排水，排水。坦白讲啊，如果时雨量超过100公里，你真的也没办法，时雨量了啊。那我刚刚我的亲戚都住在高雄，我大姐就跟我讲说，连高雄美术馆的豪宅都整个泡水，对，这里。整个泡水啊！这个前面有没有？对啊，一片黄河。然后那个有些那个家里那个地下楼的停车场就被灭顶。对对，就开不出来啊，车子他也没办法开出去。对啊，那陈其迈市长只好紧急呼吁大家不要出去啊，就是你出去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啊。哦，那如果尤其是一些如果有地下道，你最好车不要开进去吧。就是我觉得已经不知道怎么办了啦，因为我看到处照片是车在飘啊，对对，车在飘，摩托车也在飘，所以那个
已经不是说淹过膝盖了，我看是更高啊，150公分啊，三明区。哦，三明区会淹到这样子也是难以想象。对啊，这个。因为它不是在沿海地带那种低洼的，像林边啊，对对对。三明哦，啊，黄杰不知道现在在干嘛？对，找不到人。有发文吗？脸书没有，脸书发的都是一些套文。对，嗯，就是以前那个古山区就有那个古山渔港那边，那边是有水啦。那我听说爱河也淹，溢出来了，水也外溢啊。因为我今天一早就接到了一大堆高雄的照片，高雄几乎淹光了嘛。我发现好像全市都淹了，我也觉得目前看来全市都淹了。哎，那这个情况我估计，我不知道捷运站是不是也淹了，不知道，哎，就不知道他有没有做那个必要的防沙之类的啊。我发现台北的风灾比较严重，嗯，那中南部的水灾比较严重啊，台北事实上是。连续下雨大概也只有下3到4个小时，还好，台北真的还好，我是觉得还好，对，你真的还好，所以你去看那个雨量的分布，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不啦，这个你放假，你现在当然站在讨好选民的角度，你当然说好啊，我跟你讲，我刚才看到劳动部的规定，说放假雇主可以不发薪水，他只是不能把你列入旷工，可是他可以不发薪水，那坦白讲，有很多人也很在乎一日的薪水啊，两日的薪水。我身边很多朋友是这两天没有台风假，他们直接改成在家上班，公司直接改在家上班。那是公司允许嘛？那要看你的行业性质啦。你如果是接单的，透过网络接单可以处理，当然是可以啦。可是我是觉得绝对不能够说连金融机构都全部关停摆了。如果人家要付外国的钱怎么办？就是这个东西，我真的觉得没有人这样做的了。我在美国，真的那个美国的股市关门啊，是911了。我的经验就是911了我没有看过美国股市关过门啊不然就是纽约市有那个超级大风雪，可是他还是会用 New Jersey 那个备用机来弄，他还是要开股市，你就从网络下单。就是我的意思是说，一个国家有一些东西是不能关的啦，那我们的界定范围变成是好像只有政府不能关嘛，还有那个电视不能关，所以我们都还在上班来上电视啊。事实上很多国家不是这样规范的，有很多东西是不能关的啦，那你好歹要有人去看守啊，干嘛的哈，那。所以你如果是这样规范的国家，你就会有那个备援系统的要求了，那个就是一个安全的要求啊。比如说你如果，比如说台湾，如果现在被这两天吓到，那可能有一些贸易公司就会害怕了，他以后就要做网络系统，对，有一些对策，以便在家里有一个因应措施嘛那可是金融今天连网络都没开所以你要从网络汇款，你这两天全部停止啊。那就有人在讲说，你这两天刚好碰到那个你的股市也停了嘛，那这两天刚好美国都巨跌啊，如果今天晚上再巨跌，我跟你讲很多人礼拜五一开盘就断头了，就你如果忘了清仓了，是，如果你做多了，你可能礼拜五就直接断头了，对，那你说这个是不是一个无妄之灾？所以我跟你讲这种东西。就说为什么有些东西不能够，而且求偿无门，你怎么弄？对，这个没有，这个就是不可抗力啊。可是我的意思说，我就是被断头啊。对啊。我当然是没有做这种东西啦，可是期货就会很可怕。期货对，你就刚好做多，你怎么办？所以我的意思是有这个国家还是有一些东西你不能关啊，你至少有一些东西网络，比如说我们政府就要去想这个问题啊，那个。网络的股市、网络的贸易，这个对外的系统，你至少要维持了不然，搞不好这两天，我说如果国际的汇市有大波动，比如说美元大贬值啊，干嘛啦你都反应不来啊，就变成这样啊所以我觉得我发那个言主要的意思在这里，不是说高雄不能放假，我怎么可能我自己都高雄人，怎么高雄不能放假？高雄当然要放假。
可是还是要让当地要有一些科学的根据啦，而且你放假不是台北市一放假就所有东西都断了，嗯，我们事实上就是这样啊，台北市如果放假股市就断了，对，如果只是中南部放假，搞不好股市还在哦，嗯，因为台北市嘛，嗯，对不对？嗯，所以你台北市你就不能够这样联动啊，就说哎，为什么台北市就联动到我们金融系统就停摆，贸易的接单也停摆，对，不能这样吧？所以我认为经济部金管会要有其他的处置啦，而且台北市这两天真的是，显然这个第二天放假就是今天啊，就是相当有问题嘛，就今天嘛，嗯。我今天真的完全感受不到台风啊！我早上出门的时候，我很担心叫不到计程车，结果一分钟就到了。今天计程车比昨天多得多，然后也没涨价。因为我昨天就是要叫计程车，嗯，我昨天晚上确实叫了一下，不太好叫。那个前天真的很难叫，昨天真的很难叫，昨天不好叫，对。昨天真的很难叫啊，因为我在飞碟那边嘛，罗斯福路和平东路口哦，那里那刚好一个暴风区了，对对对，那边风口嘛，对。哦，我在那边，而且又下雨，那雨都直接斜的这样吹到我脸上。我在那边十分钟叫不到车，这真的是这样。我昨天叫到了，但等了20分钟。OK OK， 那今天就到处都是车。对，今天非常明显啊，那表示今天很多计程车司机觉得可以开嘛，所以他就出来。状况还 OK。对，那我昨天，因为我两天都是真的在上班啊。嗯。我昨天下午3-4点的时候在瑞光路上，那我跟一个朋友坐那个车，我感觉我的车子要飞起来，那风之大的啊，所以你说那个仁爱树树倒一堆啊，我完全可以想象，那个风实在太大了。那刚我姐在跟我通信呢，她说台北没有水灾啊，他们难以想象。我就说真的没有，我们也难以想象高雄淹成那样，高雄淹这样，我知道会淹，但怎么不表示这几年累积的市政建设不足以阻止这样的水灾了，它还需要很多建设了。比如说你台北市，你不能够说圆山紫分红就解决了问题，不是，圆山紫分红是解决了细子淹水，可是台北市整个相关的水利建设太多了啦。排水系统啊，还有地下管线啊，那个还有那个清淤的程度啦，一定远远超过高雄啊。这个我一定是历史造成的啊。那高雄市可能个别区还好一点啦，比如说那个新建设的苓雅区啦，还有前镇区啦，可能好一点，那可是老区啊，我真的难以期待。那如果是高雄县，那就更一定更糟嘛。那这个感觉并不是像陈菊填掉几个那个滞洪池啦就可以解决的啦，不是这样啦，还有很多是城市地下建设的问题啦，那就变成是因为这个是看不到的嘛，对，所以很多市长会不想做这个啦，或者拨的预算不大，他更多是盖那种大家看得到的建设，确实啊，那可是这个就是要常年累积了，不然真的就是没有办法。可是这个坦白讲，你高雄淹这样哈，你认为那科技厂会不会评估一下意外的风险？肯定会，对不对？对不对？你如果因为你整个南部如果是这个状况，尤其是高雄跟屏东，那真的你要作为高科技的园区，人家真的会考虑。对，就说这样，我一年的损失会增加多少？这个会很麻烦啦，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其实是气色好，肌肤保湿做得好，气色自然漂亮。我选择 KS 皇家呵护芦荟保湿舒缓凝胶，因为它用国际芦荟协会认证高品质的库拉索芦荟，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类似于玻尿酸，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还运用 TTS 技术增强芦荟的生物活性，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 皇家呵护芦荟保湿舒缓凝胶，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好气色，呵护您，呵护全家人，专属你的 KS Royal Care。